好。今天下雨，今天我们当地现在没有雨啊，但是预报今天下一天的雨，于是我们俩就雨休了，就上县里去逛街去。今天老幸福了。大伟卖货去啊！大伟去卖货，我卖货去。三炮下山要去麻石了。不是，我们就是好久都没有下去了，下去一次，所以就要办很多事情，上县里一趟嘛啊，大概又将近快20多天没下去了。20多天，好像那一个月了吧？有没有一个月？一个月都有，没出山了都。我俩这个月老远，车够修车的。坐我家的小白走喽。等我一下呀，是你妹妹大人？我问她，她吃给我妈饭。天凉了，一场秋雨一场凉。昨天半夜的时候就开始下雨了，今天早上起来呢，这天气非常非常的凉了。那个从那个水冷了不行。今天晚上的温度已经达到个位数了，我们当地，就是这个冷的也特别快，可能昨天还穿裤衩背心呢，可能今天就会穿上秋衣秋裤，就是这样，很快的。今天就白天才那个两位数，10几度哈，13度。我刚才看了一眼天气预报，秋风扫落叶，看看地里的庄稼已经黄了。上一次走呢还是绿绿的，马上瞬间就黄，真的是太快了，四季变化太快了。慢点，这天儿这个一天一个样，黄都上。尤其这口小心点，慢点。在咱们这嘎子开车，特别是拐弯的地方，一到拐弯的时候，坚决不能按喇叭都白扯，有的根本听不着了。一开始还老惦记说这个今年种的什么不好了，你看看老天爷安排好了吧，还是让都丰收，是不是？老天爷耽误老天不，不用着急。哪天老惦记白菜呢？没事儿。其实有很多事情真的是，就是说过两天还热。你就是说你去纠结也改变不了的事儿，那你就不要去纠结了，没有意义，是吧？我现在经常也是总是这么劝我自己的。哎呀，纠结也没有用，咋办呢？哎呀，你说谁能没有愁事？种黄豆也行，都一样。苞米的又很强，苞米价是老便宜了。在那个公主岭那个，你的国务。你那个厂家国库收才鸡巴半毛八，你说到咱这儿他妈能给你多钱呢？也就6-7毛钱，你看看，是吗？8毛钱都卖不上去，那边卖8毛8，你说呢？往年那边卖1块1块2，上咱这来收不得9毛多钱？还挑的好，黄豆能2块多钱，那黄豆价格还可以，黄豆我估计应该掉不下来2块钱，刚下来的。如果要达到2块钱，我他妈收完我就卖，操！我们就像生活在画中一样，真的静静的看我们这条路，好美好美，每一次拍都拍不够，大家还老说我，但是我也要拍，因为我记录的是我的生活，记录美好。记住现在的景色，下次来就不是这个样子了。看看远处全是金色的麦浪，黄了，真美啊！金色的秋天，就一年年都开花。一晃一点，特别像咱们。有时候我都觉得可害怕了哈！现在这么大岁数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！一晃来多一年了？5年了。我天，5年了。来买的肉可好了。买点肉，买排骨。排骨现在20多了。排骨20，肉15。那天你来赶集来了？对呀。哦，哎呀妈，那天你们家那肉还好，俺俩都给忘了，赶集的事儿都给忘了。这个点儿了还能买着肉了吗？林总，人这地方都得早早来。哎呀，就剩不点儿了，就剩不点儿了。肉卖完了。那你就
到里下看看吧。没好。但是不行，先拍手。屋里有没有啊？就一块儿了。没有了。多少钱啊？多少钱？14。还卖便宜。他们那天卖15，他们那天卖15。这猪肉不小，不小。哎呦。要不要？他就剩这一小块儿的，完了那猪小。哎呀，当中找也有好多事儿，老板，一点点办吧。这是离我们最近的第一个镇子，龙爪镇。我刚来的时候老说龙爪、龙爪、龙爪、龙爪，哈哈哈，龙爪。直接开他修车那去吧。那我就下去呗。你看，刚好是这。哪儿啊？在修车的。啊，就这儿啊。不是说先去看一看修修车，我们家小白有了点小毛病。以前这个没有这个修车的，这是新开的。哎呦天哪！你去吧，啊，问你问吧。你先修车。民以食为天，第一件事呢，大车就要去看肉。虽然吃不多少肉，但是也得买点肉吃。我们两个就是说现在养鸡嘛，养鸡鸭鹅什么的，所以就是买猪肉吃的还是比较少一点的，吃的比较少，但是你也得买一点。第一件事是吃啊，先去看看鱼再走。又看鱼又看鸡，又看鱼又看肉。卖鱼啊，这咬肉啊。太够了。这个这块是那个鸡巴团干窝那块，这块是清草，这块是后草。这你鸡蛋怎么卖的？鸡蛋？嗯，鸡蛋5.8。哇，鸡蛋这么贵现在？这么贵？你可能有一阵都6块多。是吗？那真是老不买就真什么都不知道啊哈。没下来。嗯，就是。他要条。肉怎么卖？这肉怎么卖的？15，给我打一条的。我不是养两只鸡，所以就不买你的鸡蛋。对，要这么大吧？行，吃不了。这肉多好。再给我切一刀。嗯。老大不行，到给我妈。大伟这刀好。咱那个要不要那什么？大伟这块好。啊？你这块好，比我们俩那块好。不一样。你要不要切一刀？好。你这么切的。你把我肉皮呢蹬下来。肉皮好，这回家太费劲了。咱家肉多少钱一斤？你再算吧，15啊。成熟了，新修的这台灯啊，挺漂亮。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？一封信。哇，欣姐，咋的哈？到我们的这是桥下了，我也说不上这是啥地方。我就是有点路痴。其实来一次北京，我说这地方到底是反正这属于我们领口下啊。立交桥桥下。立交桥桥下，我们俩还上这来买种子。那一天买种子买的吧？哎，这是批发地瓜的地方啊。对。地瓜呀。咱家地瓜都快好了啊，是哈，买种子这块种子，他家种子比较好，我们就都上这儿买种子。人呢？到这头了，我就一下，你在哪家给我停了？头了那有一家，对吧？我就扔那家修油锯。行，你去修油锯去吧。我修油锯。行，把车关。这会儿能下去吗？月饼，哎，结了哈，月饼开始卖上了哈。嗯，烤的老师啊，逛超市啦，去逛超市去。你家在哪里？啊？你放在哪逛？怎么逛？没有啥买的哈。确实。你想买点啥呀？今天？我看看吧。
想买点，想买点酱油。这要过节了，这我想买点酱油。人也不多呀。哎呀，就过节那一天人能多，那还有个啥？担担面。担面呢？啊，对，咱俩买面啊。好看吗？看这床单儿被罩子红的。现在我们林口县这个小县城，这个车汽车也是非常多了。这个停车路两边都是免费的，关键咱北方吧，这个停车位全是免费，是不收费。但南方这种小县城都收费。嗯，那因为那块也发达也有关系。但是我要说的就是，原来咱们这个县城没有这么多的车，现在车太多了，也是哈。再办最后一件事儿，完就往回返了。来办了一件事儿，又一件事儿，又一件事儿，又一件事儿，办了好多好多事儿。每次来县里都是这样的，都得在那个手机上记下来，把这个一天要做的事情都写下来。现在已经1:10了，我看到那个上面那个表了。林口镇卫生院。还有林口县卫生院，哇，镇是镇的，县是县的哈。今天是阴了一天的雨，阴了一天，说下雨也没下。你看都是雨点吗？这才是下雨。要知道不应该上县里，应该在家接着干活。家那么多活出来逛。就咱这嘎子，你看不下雨，咱胜利怎么就没下？咱沟里头，你看这几年不下，咱沟里就得下。哎呀，要不然都不好意思上县里来。觉着没有时间，领导是不是？咱领导安排的老紧了，领导蹦蹦的。哎呀妈，领导一天把我安排的，干完这个干那个，一点时间都没有。这一下雨，这说啥话呢？这雨休夸我哥呢，还说啥呢？这家伙怎么？当然是一点时间都没有。当然是夸，天天让你干完这个干那个，咱俩干完这个干那个，咱俩干完这个干那个。不好，我要给你生活安排的满满的。哎妈呀，这好吗？好啊，生活充实啊。那你咋不干？我现在能活着就不错了，我现在净劳力，我也干。年轻的时候也被人家放过来。炒菜香那个现在几块？他们卖，他们卖4块啊。炒菜香，民以食为天，来了就买大米。啥时候炒菜香，我再买点。你要没有炒菜香，我先。你要是买，就得让他们过来推。俺们就给他打电话，他过来推。炒菜香呗。买了一袋米，你不买糠，下汤拿糠。现在拿不了了，明后天来拿点糠。行，明后天来咱拿。你养不少鸡啥的啊？鸡鸭子真好啊，在那边多好，养那小娃都是自己存粪的，多好。过日子嘛，过日子，我去扫。行，像你们这多好啊，这一天。哎呀，下来一次办了好多好多事儿，这是最后一件事情，办完就回家了。买了一袋米，这样是这一袋米可能和大春俩就会吃，这一冬就基本上够了，50斤嘛哈。反正从现在开始也冷了，你吃一袋米也能吃一冬了，这就回家。今天才14度，今天天可冷了。我们所有人都说今天真的是太冷了，下雨嘛，反正也是有原因的，也是因为下雨了。现在开始我们回家了，又逛了一大天，现在已经13度，大春那表已经又显示2点多，快3点了哈。估计现在大概2点，那表不准，大概2点多钟是有了。回家了，又逛一天。到家了。大家，你看看后备箱，烂马秋多的，满满的泥，买啥都有。啥玩意？收拾，收拾，收拾，收拾。下去，一个月下去一趟，你说还不消费一回？要平时你在这儿也都不消费嘛，是不是哈？必须得让货币流通起来，才能使这个市场才能繁荣，对吧？你还消费啊？我一下上升到一个层次上了哈。来。开关上家里倒腾了啊，倒腾开始倒腾卸货吧。